是我们联络电话又多，他可以从早上哦，王师傅去做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打电话了，中午回来还看他坐在那边打电话。Same as my mother also. Sometimes I don't have in my house, but take over my children, cook for them. 他喜欢做的就是来帮助人家，只要有这个东西做的话呢，他会做得很开心。黑暗角落，我们一定要去做，就是感恩生命中的贵人。三张给你了哈，好的，不要紧哈。这爱心要人人有了，这个是感恩那种一个种子。只要说这个人要捐款，我的半夜我都可以出去说，每个人讲贵人啊，看到钱。眼睛就大，有时候跟慈青同学在一起，哎，师姑，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经历？我说这个是我的使命感。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我们不停做出各种选择。小时候先由父母为我们做规划，长大以后不得不为自己的生活所需做出种种的决定。我们往往会因为一时的冲动，或在深思熟虑之下，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绝对正确。然而在时间的累积，环境的变迁，思想逐渐成熟之下，可能会做出与当初决然不同的抉择。任何生命方式的抉择，必然影响生命的价值观与人生方向，甚至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节目中的主角跟大家一样，也在他生命的长河中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在自己的能力所及，为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们伸出援手。是捡来的什么来的？那个番薯糖糖水，因为天气热啊，给大家喝。师姐前面每个月都有来嘛，两块三块一个爱心种下去。屈着背，弯着腰，一下穿梭人群，一下埋头整理环保资源。陈桂英忙碌的身影和脸上的笑容，掩饰了关节炎带给她全身酸痛的意识。在昨晚开会，我人到最后啊，真的是不能够了，不能够做多少少这样，动动一下应该也是很好的啦，所以不要暴走，我要休息了。这个泪骨神呢，然后还一个是那血压高的，每天一定要吃啊。啊，还有这个是钙质的，还有这个是补血的。风湿病、关节炎、哮喘、干眼症等疾病残余一身。从年轻开始，陈桂英每天就必须服用各式各样的药物，眼药水更是不能离身。本来我们的干眼症，它的湿度是零到十二，我的湿度是零啊，所以完全不能够出水啊，所以每两个钟头就要放。他有那个哮喘病来的时候呢，那如果躺下去的时候呢，他整个就是气就要堵上来，所以他只有过坐这样啊过，其实是没有睡了。第二天只要有出去的事，他还是出去。我从来不会跟志工前辈讲我做慈济做得累，那我们在做陪伴，只要应该出息的，我无论怎样辛苦我都要出息啊。由于关节炎不定时发作，导致手脚肿胀，陈桂英每踏出一步都会全身发痛，晚上也无法好好休息，因此干眼症更严重了。虽然身体如此不舒服，但是承担社区组长的陈桂英为了陪伴当区志工，她往往忍着疼痛坚持出席活动。这个地方是比较人手不够啊，所以是上怕人潮很多，木星这一方面呢要来支援，这样关心一下。最近这两个月来，我真的是很辛苦，不会形容了。病痛
一直在考验着陈桂英的精神与体力，在人群后显得疲劳与无奈的陈桂英，当活动来到了母亲环节，她即刻挺起精神，笑容满面地穿梭人群说慈济。如果不留意，根本无法发觉她举手投足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引发疼痛。陈桂英这份不让病痛磨灭心智的毅力，让身边的家人都会将心里的不舍化为行动支持她。因为比如讲以前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你家里都因为他是家庭主妇嘛，你家里都已经要忙了，为什么就忙完了就休息就好，为什么还要跑去外面又去忙别的东西。慢慢大了会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付出了，所以转而行动上也会支持他，是刚好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得空手，所以就我们带他去活动还是去哪里。内心上那种不舍肯定是会有，但是是想到说能够付出就是福，所以能够做我们都是尽量让他去做，我很支持他。到底慈济有什么力量让陈桂英如此的投入，甚至忘了身上的病痛？这要回溯到年轻时候的陈桂英与当时部分的年轻人一样，对宗教信仰保持着质疑的态度，认为人应该要身体力行，付出无所求，才能够活出生命的真正价值。然而许多年过去了，对陈桂英来说，在年轻也有享受要为社会做一点好事啊，但是这个想应该只是说比较属于理论上呢，实际行动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给你去付出啊。每天做工回家吃饭，第二天又是做工，也是觉得是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年轻时的陈桂英是工厂生产线的组长，尽责的她很少休假，生活过得很忙碌，如此每天重复上下班的动作，她觉得人生很无趣。加上三叉神经痛的来袭，陈桂英被迫在45岁的时候提早退休休养。没有上班，病痛也是这样，哎，反正没有做工不是睡了，所以每天就是躺在床上睡了。三叉神经痛啊，那时候是真的是好像钻地狱那种痛苦啊，会想到要轻生啊，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的，只有说自己流眼泪，自己那种哭啊压下去。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啊，几乎是三天一小病，两天一大病的那一种。三叉神经痛如果从书本上还是不能够体会了。脑的第五条这个脑神经它分布在我们这个上肢、下中肢跟这个下肢的这几肢哈，不明原因就这样痛起来这样子。但是如果一发作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有时候好像触电这样，然后他又是好一阵子一下子就发作这样子，所以是非常痛苦的一回事啊。甚至有时候早上刷牙，你看刷牙这件基本的东西一动到他就疼痛就发作。医师赖金河是陈桂英夫妇认识多年的朋友，也是家庭医生。当时陈桂英都是依靠赖金河的针灸来减轻痛苦。如今陈桂英的三叉神经痛虽然已透过手术完全康复，但是严重的关节炎仍然需要依靠止痛药来舒缓。陈桂英的家境虽然优渥，但是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她都在与病魔抗战。到1996年哦，就是赖世伯叫我当会员呐、啊。当然，他们也是开始时候也是一点怀疑啦。我们的成长背景哦，属于那个无神论的，把宗教跟迷信是划等号的，以为说想当然说自己不迷信，所以也就不参与宗教团体。本来都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执着的部分。原本是无神论者的陈桂英，深入了解慈济济世救人的宗旨后，正好契合他的人生理念，因此陈桂英一头栽入忘我的付出。这些年随着慈济八生之会四大志业的蓬勃发展，无论是环保、访视或走上街头，总是少不了陈桂英的身影，让他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要去帮忙感恩部啊、福利部啊、
涉险这一方面啊，所以有时候是会一整天这样，也是真的是会你忘掉你今生有病的，你这样比如你头痛，你在家一个人你会觉得很痛的，但是你去做事的当中你会忘掉啊，真的是没有病痛的人。这几类的病单纯一直靠药物来控制也不是一个好办法，不参与人群，一直在家里面对说这样的一个病痛，会越来越忧郁。反过来是很鼓励这样的人是多出来参与活动，然后从这里面才帮助别人的同时，这那一份喜悦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健康最好的一份良药了。陈桂英选择走入慈济资工行列，数十年如一日，岁月的风霜在她的身上留下了烙印，身体的病痛不曾舒缓。偶尔有人问起，她也只是轻描淡述，一笑置之，始终相信自己的病痛不及他人的不幸。在外人的眼里，这些举动或许像清波琴弦的手，但在许多他曾经帮助过的照顾户们，却是一段震撼心灵的乐章。凭着以善为本、以爱为根的信念，陈桂英的修行道路上确实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大爱的足迹。再做一次，这样以后你的手就可以用了，因为它这边歪了，那边脚比较瘦，瘦麻的。十五年来病痛缠身的陈桂英走下病床，踏入了照顾户家庭，亲眼目睹生老病死皆是生命的考验。虽然不能要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就如正言上人开示，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把握现有身躯，发挥良能最为重要。体会人生无常，陈桂英分秒必争，只要有个案，她都会刻不容缓地前往关怀与陪伴病苦的照顾户。上人要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要我们看得到行路走得到的，我们一定要去救苦救难。有很多人我要做有没有机会还不一定，所以一定要在慈善这一方面要提升，然后要把慈善社区化，然后才会去帮忙更多那些人。陈桂英参与慈济八生之会志工团队已有十五年了，她与志工们建立起浓厚的感情，伴着旧照片，当年的点点滴滴蕴含着许多温馨的回忆。如此长时间的投入，陈桂英不曾有过退转的心念，付出中反而减轻了自己的病苦。他很恐怖的啊，我们坐他的车是没有人气的，我们全部要陪他不说他的。我坐前面，趁势冲淡他，坐前面啊，坐后面。有时候弯过头回去的时候，你就爆笑如雷哦。他做什么事？以前没有，不用这样子。他怕人。因为鼻子难呼吸啊，他就这样咯，该说我们就叫他林家德德咯。这比较好玩吗？好很多，从前哪里可以这样做风扇下面？哎呦，鼻水就一直流了咯。需要做善事，自己的身体每天鼻子流鼻水怎么样去？就是自己在保养一下，那照顾一下，那身体好起来，就是在法事当中看到那些病苦的众生，我会想到他们的病啊，其实比我更严重啊。
这些年岁月纵然无情在陈桂英身上留下痕迹，双脚迈开的脚步有些迟缓，但是数年如一日，只要是慈济市，即使是远距离的社区，需要三四个小时来回车程，陈桂英依然不会有所迟疑，必定前往关心与陪伴。我认识桂英师姑哈 ，10 years ago 哈，她真正来阿妈的，她的人真正有很多病痛的人来的哈，不是来我们这样，strong and healthy 哈 ，but 她没有一个 complain 的 ，so 到现在哈，我是一个委员哈，桂英师姐讲什么是我可以做到的，我不会讲 ，no， 要去叫志工前辈出来了。然后我们也是要很用很温和去了解他家庭啊，然后是给他帮忙一下，所以我说感恩这些安迪安迪啦，然后真的是高度配合，因为他们是有空啊，然后我们会用很我们很真诚的心啊来感化他们。陈桂英这些年的坚持与付出让身边志工心生不舍，而带来很大的影响。其中文静也不善与人打交道的许秀清，以往生活除了家人与公司的唯一同事以外，朋友也不多，生活圈子不大，在陈桂英的带动下提起了勇气与陌生人分享慈济。有时候会遇他看到我们那个脸可能有表现出那个悠悠的样子啊，还是看到我们蛮压力的，虽然是我们心里没有说，就是可是他过后可能就是在回家路程他就会有个电话来关心。有一个最深刻的就是我一开始接外组长的时候，他就说要带我去音乐表演的当中 spot 啊曼丁那边，老人家就是从早上可以一直做完一个又接着又接着又接着，等到回程的时候，洪师兄突然间问说，哎，这样师兄几时出国？我说他今天，其实今天可能我们去飞机场了。这么你不讲，我想我看到你们做好像不停的做，我就是跟着罢了，我不敢说我要回家。很敬佩，就是说他们竟然是说赶快打电话跟师兄道歉。陈桂英用爱以及同理心带动志工，多年来无论面对多少的误解与埋怨，依然保持着坚定不移的慈济理念，尤其募心募款的热忱丝毫不减，这份精神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启发许多志工以实际的行动和积极的脚步做慈济。桂英师姐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还是任何一个人，好像我们有时候去只是去跟他一起陪伴他一起去医院，就是可能有志工还是社区一些在医院我们去做关怀，可是他在关怀的当中他也不会忘记说去旁边啊看到就在讲慈济，然后马上就入心这样。桂英师姐她其实是一个好像整身都是病的，可是她那种精进啊，我们哪里可以停下来，就是要来休息啊。等一下，陈先生。师姐，师姐，还收会员，我就填。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陈桂英分享慈济的好地方，就像热闹的菜市场，只要有机会人人都是他的劝募对象，让这些每日忙碌工作的菜贩们也有机会行善与了解慈济。陈桂英就算被拒绝多次也不轻言放弃，诚恳的态度感动多位会员，自动请缨成为陈桂英幕后的劝募员。我女儿就四个了咯，我们三个七个，全部好像14个了。我问她要不要很好的啊，种一做一点啊，就是善事啦哦。没有，我们不会出钱出力也是可以咯。她说好好好啊，她讲我一个月10块可以吗？我说可以啊，每个月我跟她拿了。就是因为我们做给人家看，所以大家会很感动，跟我们一起来行菩萨道。我是一个很含蓄也不善于表达的，但是菩萨大招生每天要跟人家做慈济，所以这个理念我一直有记住。
所以这个是整个家庭的，我们就是要在一起了。有一些人每个月要拿收据的，所以每个月一定要重复做这样。我们的会员我们要再去收啊，一定要拿到收据啊，才可以再给他跟他收。超过700位的会员，陈桂英唯有坐在地上，利用更大的空间处理这些收据，往往一坐就要数小时，腰酸背痛免不了，眼睛的干涩也是他的负担。但是这每个月必做的动作，是他与会员之间的承诺与约定。眼睛不是看得很清楚哦，然后很辛苦这样。因为我们最近的这个菩萨大招生啊，我们就是要一直是不能够停止的。人多的一方就会赢。68岁的陈桂英深感善的力量需要凝聚，因此无时无刻都在进行募心募款的动作。肩负户外组长的他，虽然忙碌于慈济活动，他依然每月定时到会员家里收善款。无论款项多寡，对他来说，每一笔善款都是独一无二。然后善的力量多哈，恶力量就少了。曾经是无神论者的陈桂英，对佛法的认知止于诵经拜佛而已，但在慈济创办人正言上人对佛法浅白的注解下，让陈桂英了解到学佛不单单追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去，而是把握现在，发挥人生的使用权，即时行善。如今的陈桂英对佛法有更透彻的体悟，正言上人是他慧命的母亲，而慈济是他无悔的选择。时时紧随正言上人的脚步，力行人间佛教的思想。我是感恩上人创造慈济啊，给我今生是我的一个妈妈，成长我慧命，使我可以重新站起来，要不然我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人生了。能够做就尽量了，因为可能时间也是不够啊，还可以活到几岁我们也不知道，能够争取啊，这有生的生命多来做一点。在岁月的长河中，陈桂英师姐虽然已年近70，但她依然以坚定的步伐，秉持清净无染、付出无所求的心念，有如河流回归大海之前，孕育了万亩良田。感恩您的收看，我是陈慧莹，我们下期再会。见的语言。